歌手弦子最近因参加中国跳水节目屡创佳绩，人气也跟着翻红，活动广告邀约不断，也连带让过往经历一一被翻出。近日他曾在2010年因太过煽情遭到禁播的 MV 又被网友翻了出来，性感演出颠覆了他平常清纯可人的模样，引起网络热议。我是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从来不是我的，在我为你付出一切之后发现你是你自己的。酷狸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